国瑜新北造势结束后，韩粉自动自发收椅子，摊贩也赶紧收拾垃圾整理环境，但就在参加活动的民众准备回家时，却发现机车遭到有心人士破坏。我们上场的时候9:20，然后这边被人家弄到那三秒胶。你今天蓝色的来这里，就变成说你这样这种动作比较小人的那个动作了。一辆辆机车停在路边发不动，竟是钥匙孔遭到恶意人士灌入三秒胶。韩粉在晚会结束后返回停车处牵机车时，却因为钥匙孔被灌三秒胶回不了家，第一时间气得赶紧报警，不排除是有心人士不满活动故意破坏。那经清查，那个现场有11部的车机车遭恶意的一个灌胶的一个行为。而在肇事前一天，有摊贩到场做生意，也因为太早摆摊跟警方发生冲突。富人情绪激动，手上还拿着刀子，大声抗议，警察赶紧喝止。不过这名富人仍然不愿意配合，旁边有许多民众围观，赶紧呼叫其他员警到场协助，才将富人手中的刀子夺下。富人当场虚脱，不断喝水想要镇定情绪，但旁边的摊贩看不下去，一度对警察叫嚣，场面相当火爆。还没到摆摊时间，摊贩就急着想要营业赚钱，警察接获检举赶到现场进行劝导，开灯驱离。不过却遇上摊贩情绪激动，不愿配合，甚至还拿刀抗议，索性只是虚惊一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